欢迎嚟到欧文生活记啦。咁咧，今日咧，我原本谂住12月31号咧就同大家拍条片啦，但我就冇嘅，因为我玩得太尽兴啫。咁依家系几多点啊？依家欧文知几多点啊？欧文知几多点？5:35啊！咁睇一睇我头先喺12月31号拍嘅烟花片啦。你錄下啲嘢先啦。咩嚟噶？係呀，我。你快啲講下咩嚟啦？天婦羅蝦頭，跟住後屘整曬佢。整咯。跟住有蝦肉啦，跟住有意粉啦，咁樣咯。好啦，多謝你嘅詳細講解。我哋食嘢啊！好啦。话咁快2012就完咗啦，正式踏入2013年嘅1月1号。咁首先喺度祝大家新年快乐。喺嚟紧呢一年入边咧，我希望尝试更加多唔同嘅创作，挑战更加多唔同嘅嘢。咁我相信依家嘅我咧喺整片方面系一直都系进步紧，亦都可能有多位都做得冇咁好，或者有好多位仍然系有好多嘅进步空间。咁我会系。一直 keep on working， 咁希望嚟紧呢年咧，自己喺嗰个创作上边、思想上边系更加成熟，同埋就唔好咁懒，出多啲片。因为其实同你讲话忙咧，就真系呃你嘅，因为时间咧就真系自己揾出嚟，你要做一样嘢就冇话做唔到嘅。咁系要俾翻多啲嘅动力自己，多啲享受嗰个拍片嘅过程。除咗拍俾你哋之外，亦都要拍俾我自己，因为拍片对于我嚟讲。除了是一個發表言論的平台之外，也都是記錄我生活的一個頻道，所以我希望我可以在不單止是接下來這一年，也都在接下來很多很多很多年都會繼續拍片，繼續記錄自己的生活，可能去到30、50歲結婚生仔 whatever。 那除了拍片之外呢，我也都希望在其他方面，例如我的學業、我大學的學會、我家人、我朋友，我希望在接下來這一年好好去珍惜每一件事，也都真的拿個心來做每一件事。因為我相信是當你真的用個心去做一件事的時候，才會真正地享受到那一件事的樂趣。那我在這裡祝大家接下來這一年開開心心地過2013年的每一年，亦都要好好珍惜在你身邊每一個用心跟你相處的人，他可能是你的家人，可能是你的朋友，那學識多一點去珍惜身邊所有的事。最後做人最重要是什麼？就是開心而已。所以祝大家在接下來這一年，在2013好開心好快樂地過每一分每一秒鐘。拜拜。咁好啦，咁咧依家正式嚟到咧2013年嘅1月1号啦。好，咁咧咁祝大家身体健康啦，亦都祝大家恭喜发财，新年快乐。咁祝大家咧，祝大家咁即系身体健康啦，万事如意啦。真係希望大家咧，咁喺嚟緊呢一年咧，做多啲自己想做嘅嘢啦。咁就希望大家祝你發事可樂。